是2021年7月22号，大概是早上，现在是6点半。那我在超市打工呢，有见到很多不错的人哈，就是非常高兴，是吧？这也是解闷儿的一个过程，但是也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漂白剂。这个漂白剂啊，还真好，就是撒在地上也好，反正就是清理啊，这清理这个踩的特别脏的那个，把它撒上，待一会儿再拿墩布擦擦，它就白极了。这是一个平潭的一个老哥呀，告诉我的。然后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叫去污粉，这都是上面都写英文啊。那要是确切的说，都得翻译成英文才能够，翻译成中文才能够说清了。我叫去污粉，这个哈，我昨天才知道有一个女士哈是那老板的太太，换句话说，那就是老板娘啊。结果她也告诉我了，她说你用这个去污粉哈撒在地上，然后呢，这个加热水，然后给它在那儿等会儿哈，它就会它就会这个擦特别干净，还真是这样。还有一种呢，特别强力的去污的那个，也是喷的东西。那个哈，当然这个就是巴基斯坦人哈，见着我就给我一副手套，他对我挺好的，可能岁数也跟我差不多吧。他意思，你做这种事儿，你一定要戴手套。也确实有一次哈，我戴的那个手套短了，结果崩到我这胳膊上，哎呀，还挺疼，就像那个硫酸似的哈。但是他那个是什么呢？什么成分咱不知道，但是非常管用，特别快。3种去污方式。这个我学到了，当然还有很多高兴的事儿了。